各位阿里文学书籍小说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艺兴。站立者的心只有努力，努力再努力，成长中的我们就要读书，读书多读书，书里有青春，有约定，也有美好的一天。上书籍小说，读喜欢的书，看我们的内心世界，和阿里文学一起将阅读尽享到底。